这个是大鲁阁的吗？赛车跑道。刚才是哪里呀、哦，要弄跑那么高吗？那个撞到椅子旁边，那个撞到椅子旁边的，你要弄直的。一在你的那边椅子下面，对。你给他弄那个盒子啊，那个盒子才可以。对啊。对啊。给他。怎么弄的呀？对啊，这已经很多盒了呢。是哦。你给他放在那个轨道中间。对，哦，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，啊，你这都翻跟头。反方向。你也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的。你这样才可以控制全家出去的。